好了，我也要归位了，我也是姐妹花的一员。大家晚安。晚安。你像小朋友呢，我们。不讲话吗？啊，已经很久没有在铁花唱了。上一次唱什么时候？2月28号。228。对，和平纪念日。对。今天什么纪念日？今天沙哑纪念日。我们这次为这次的演出，我们排了两个不一样的阶段。然后我们第一个阶段，我们称它为无国界。无国界什么？老花了啦。好，无国界歌谣，所以你们可能就会在里面听到我们唱法国歌、法国歌、英文歌。其实我们唱的是英文，然后德国歌。对。其实我们唱的是台语。熟悉我们的朋友呢，那他们听到我们唱的英文歌会自动翻译，要不然是自动把耳朵关起来。今天是6月6号，我们再去纪念那个诺曼底登陆。好，是我们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先唱这一首，我们先来英文歌曲好了。记得哦，是英文歌哦。是。Just like me.